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Kevin。这次的菜单研究所呢，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海鲜的减肥料理，它的名字叫做滑蛋鲷鱼。滑蛋鲷鱼，那我非常推荐预算比较多的朋友，其实你可以多多的利用海鲜来制作减肥餐，因为其实我觉得海鲜也是很棒的蛋白质来源。其实不要害怕就是做鱼的东西，有一些鱼其实料理上也是非常方便的，就像我们今天要使用到的是鲷鱼，其他料理呢是非常方便的，而且我们今天的料理方式呢只要用电锅就可以简单的完成。好，那我们就开始制作吧。哇，我们就做好了，给大家看一下，滑蛋看起来很嫩的感觉。那我刚刚在蒸滑蛋的技巧呢，要稍微特别注意一下，就是我们把鱼片蒸熟之后呢，倒入蛋液，只要再加一点点的水呢进去，再把它焖到跳起来就可以了，就不会让蛋完全熟，然后是一个半熟滑蛋的感觉。这个鲷鱼呢也是属于比较便宜而且很好处理的鱼肉。很适合就是健身减肥的人来吃。那我们今天这个做法呢，就是蛋白质非常的充足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来吃看看吧，看起来是超好吃的样子。嗯，好吃，因为我们一开始有加一些酱油在里面嘛，然后搭配滑蛋，其实这个吃起来会有点像你在外面吃那个亲子冻啊、猪排冻那种冻饭滑蛋的那个风味。而且你刚刚可以看到我们做法其实是相当简单的，只要有电锅就可以很简单的完成这个滑蛋的料理。那所以有在健身减肥的朋友呢喜欢的话，你一定要自己做看看咯。那我们今天菜单研究所呢非常的成功，喜欢我的影片呢请帮我按赞分享，最重要的是要订阅我的频道哦。我们菜单研究所今天就到这边，我们下次见咯，拜拜。